每一天牧师跟你做会祈祷。今天是六月十六，诗篇一百二十五篇三十到四十安尼讲，罪恶的官兵袂定定伫异人的魂家，面对异人伸手做歹。耶和华，求你好宽待遐最好的以及心正直的人。三个来祈祷，好宽待最好甲心正直的人的天父，我感谢你，主啊，我们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，来俄罗称颂你的名。主啊，我感谢你，在我每一天的生活中，对我的保守甲引带，也供应阮一切的需要。主啊，阮感谢你，赐阮救主耶稣基督，意味着阮的罪牺牲，并且死而复活，带予阮永活的恩望。主啊，这款的稳定，阮永永行不了。主啊，虽然对敌常常出手攻击，总是我也无惊，因为我知罪恶的权势袂定定伫我的魂家，免得我伸手做歹。主啊，求你好宽待最好的以及心正直的人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祝你平安。